欢迎收听由趣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《武神厨彩》，作者按摩师，演播麦小布、萧天意。第2689集。大殿的下方密密麻麻的势力汇聚，如虚神殿、鲲鹏谷、古界机甲，这些势力只是天尊巅峰势力，因而不曾在人族议会中有议员的身份，但是呢，也算是人族议会的一份子，拥有旁听的资格。此外，万族之中也并非是有种族都有至尊的，很多种族呢，只有天尊级的高手，自然也拥有旁听资格，甚至拥有投票权。宇宙是万族的宇宙，并非仅仅是人族的宇宙，这也是人族联盟最核心的准则。一尊尊的强者纷纷降临，一股股的气息到处席卷着。秦尘等人看着四周，无尽空间之中，一尊尊强者宛若是神奇耸立，代表了整个宇宙最巅峰的实力。顷刻之间，整个人盟城更是变得密密麻麻。这些便是如今这片宇宙的强者了吗？连巅峰至尊都没几尊了，相比远古人族凋零的太厉害了。剑族扫了一眼四周密密麻麻的强者，表面上充斥天际，好似无边无际，但是剑族确实还是忍不住摇了摇头。放眼天下，连一个半步超脱都没有，算得上什么顶尖呢？须知在远古时代，宇宙万族那才是真正的巅峰，光是半步超脱都不在少数，几乎排名前十的族群都有半步超脱，而人族、魔族那更是不止一尊。至于巅峰至尊呢，那更是数不胜数了。而如今呢，眼前巅峰至尊都寥寥无几，更别提半步超脱了。逍遥至尊笑了笑：“剑祖先辈，我人族虽然是没有其他半步超脱，但是巅峰至尊还是有的。你看，这不就来了吗？”话落，轰隆一声，虚空之中又是两股恐怖的气息降临而下，两尊浩瀚的身影从虚空之中走了出来，宛若是神奇一般落在了大殿的前方，正是祖神和混沌至尊。那混沌至尊落下之后，自然便坐在了一旁的宝座之上，而祖神呢，看了一眼领头的逍遥至尊，眼神闪烁了一下，也悄然坐在了另外一边下手的宝座上。见到了这一幕，在场许多的强者装作没看见。当年在逍遥至尊之前，祖神乃是人族最顶级的领袖，但是逍遥至尊之后啊，逍遥至尊便渐渐成为了万族心目中的领队。特别是如今逍遥至尊覆灭了魔族，论威势，祖神已经远远无法和逍遥至尊相提并论了。看着在场诸多纷纷降临的强者，逍遥至尊眼神平静。待他所有强者全都降临之后啊，逍遥至尊这才一步跨出。见过逍遥至尊！在场所有强者尽皆行礼。诸位免礼。逍遥至尊抬手，一股无形的力量诞生了。在场众人只觉得一股无可抵挡的力量弥漫而来，众人纷纷直起了身子。今日召集诸位前来，是有几件事情想要宣布。逍遥至尊看向了众人，众人纷纷仔细聆听。如今魔族已灭，魔族联盟麾下族群之中的虫族等族也是纷纷封界，只余下了一些小族。我人族联盟接下来将联合万族征讨这些小族。与此同时，原本因为两族之间导致的一些禁地重新开放，各族之间的通道也再度打通，各族交易也重新恢复，还宇宙一个和平。逍遥至尊隆隆说道，众人振奋不已。自远古以来，魔族联盟一直占领着整片宇宙，和他们进行了长达亿万年的战争，而今战争终于是结束了，这对于万族而言都是一件大好事。我等谨遵逍遥至尊大人号令。
众人纷纷行礼，逍遥至尊表情淡漠。而这第二件事情，则是从今日起，本座辞去人族议会领袖一职，将其传位给秦臣。话落，逍遥至尊看向了秦臣，从今日起，秦臣便是这人族议会领袖，万族皆要听从其号令，否则便是忤逆人族议会，将遭到我人族制裁。轰的一声，一时激起千层浪，此言一出，全场众人都是呆滞住了。逍遥至尊大人，万万不可！顿时有至尊变色道，而一旁秦臣自己也愣住了，啥情况？逍遥至尊没和自己说呀？人族议会领袖，自己连人族议会有哪些势力都不知道，怎么当这个领袖啊？逍遥前辈，此事不妥。秦臣连忙上前说道，他是真不想当这个领袖。而此时下方已是一片喧哗，有强者出声道，逍遥大人，秦臣大人实力通天，乃是我人族后起之秀，为覆灭魔族付出了诸多贡献，我等自然深知其功劳。可秦臣大人毕竟还年轻，可将其封为人族议会副长。不错，有逍遥至尊大人带领，我人族才能在魔族压制下不断崛起，功不可没啊！还请逍遥至尊大人收回成命。收回成命！众人纷纷说道，不是他们看不起金臣，而是当年人族联盟处于危难中的时候，是逍遥至尊挺身而出拯救了万族，众人心中对他已是十分的肯定，自然不想轻易换人。下方祖神则是眼神阴沉，当年这人族议会的议长可是他呀。好了，诸位不必多言，我知道诸位心中所想，但是我想告诉诸位的是，只有秦臣才能带领我们人族走向辉煌，也只有他才能带领这片宇宙度过轮回。我这么做不是为了自己，也不是为了秦臣，而是为了这片宇宙的意外生命，所以此事诸位就不必多言了，我意已决。逍遥至尊摆手说道。众人都是吃惊地看着秦臣，逍遥至尊大人这什么意思？萧前辈，秦臣急忙上前，他这才想到要这个人族议会领袖的身份，怕是累都要累死了。好了，你就别拒绝了。逍遥至尊开口说道，我知道你的顾忌，放心，我也不会让你耗费精力管理万族的。接下来你还要陪我闯荡宇宙海，但是你的领袖身份必须定下来，至于你在人族议会的职责，我自有安排。说到了这儿，逍遥至尊转身看向了众人，接着道，此外，除了秦臣担任我人族议会领袖之外，我人族议会还将设立一名名誉领袖，剑祖前辈还请上前。我剑祖愣住了，剑祖众人纷纷转头看向了逍遥至尊身后的剑祖。什么？通天剑阁剑祖前辈，他竟然还活着！见到剑祖，下方神宫至尊等人神情全部呆滞住，一个个流露出了震惊之色。